这位老师傅，我已经家破人亡啊！我又搁过家半寿，我拜托你，已经找别人，我未当搁服侍你啊！哇，这是我最爱吃的番薯糜呢。我知道你爱吃，所以早上特别去田里挖番薯回来煮饭给你吃。阿娘啊，你现在是大心大命呢，要注意，要好安胎，知道吗？我知啦，为了你哦，我做什么事都也甘愿。可以娶到你哦，真的是我的福气啦。我现在所有一切，都是这几年哦，你哦陪我打拼，陪我背后支持我，我才有的。咱是阿嬷，本来就爱共行共命。啊对啦，算命讲吼，我这体是查甫的呢，我真欢喜会当替陈家生一个查甫囡仔。真正辛苦你啦。啊对啦，这阵仔第项哦足无闲的，我快去登山一撮，啊无多伫你身躯边陪伴你，你家己爱洗浴吼。我知啦，你嘛爱较注意嘞哦。嗯，好，我来你第项啊。家己较细腻诶。陈文先，奈遮尼糊涂啦，连脚板拢未记哩关。我看吼，我甲伊送去地行好啊。头家娘，你来啊！好，我来去喊客，唔惹地。多谢。啊好。嘿。啊，恁头家咧？哎，还未来呢。还未来？嘿。好，好个。我有事伫半路，拄着什么代志？啊，还好。嗯。你替我甲恁头家的脚板摕去烫，等伊来的时阵再交互伊。好好。好，无你先坐吼。我本身是走去倒，你到这阵还袂来？头家娘啊！阿吼，这久无看到你啊，你啊，遐济啦。啊，你最近好无？唉，逐工吼无闲厝内代志，无闲到要死，你忝死。你就当作是咧做运动，安尼就袂感觉代志做袂出来。是啦。对啦，头家娘，啊，你最近甲恁阿的感情无安怎啦？吼，阮的感情一直拢真好啊。啊，你来安尼问，啊，是安尼啦。前一阵仔吼，我看到一个人吼，敢若是恁文心啊呢，爱身躯边哦，带着一个足少年、足水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两个人哦，蓝调调，感情足好诶。啊，所以我毋才来问你讲。恁阿母感情有安怎无？你一定看唔到啊啦！阮文生吼，逐工无闲，地行的生理都拢无时间啊，哪有闲甲别个查某囡仔去谈情说爱啦？搁再讲，阮自少年就拍拼到即阵，啥物苦拢吃过啊，伊无可能安尼做啦。是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我要来买菜，你要做伙来无？好啊。啊，来，行。人奈敢那是文生，真正是文生，啊，毋是跟我讲伊去登山做生理，奈出来遮，甲别个查某囡仔咧约会，你哪会安尼骗我啦？母亲，嗯，头前是有人伫遐哀啊，咱来看卖啊。嗯。
小姐，你安怎无？小姐，哎呦，安那这严重啦！我来叫大夫。我唔敢看血啊，咱莫阁看啦。啊，莫惊莫惊，无咱来走啦。好。带你去庙里拜拜，后脚好无？你拢唔知影，我自细汉时阵吼，都拢足惊看到鬼。大家看到看到鬼哦，我都感觉要晕。你唔免惊，我伫个，我会保护你。你看，这鸡啊，这么闹热，看了哦，你爱买啥无？你介意啥？你甲我讲，我买来送你。嗯？唔免啦，你送我物件已经够多啊。无够，无够，因为我足爱你，我想要把我规身躯上好、上珍贵的物件拢送予你。我有朋友啊，对日本回来，替我做一条珍珠破链，你看你有介意无？这珍珠有够大粒、够水的呢，我就介意。阿婆，你替我甲挂起来无？嗯。我讲，有啊，有够水诶！你说那仙女下凡呢？无安尼啦，咱哦，今日趁这个机会，找人哦，替咱画一张相，留作纪念，好不？好啊。头前哦，都有人在画，行。我甲一个囡仔这呢无的，大夫佫讲我无可能佫有心啦。我到底是做唔到甚物代志，是安怎天公伯阿要安尼对待我？小姐，小姐，你的物件落去啊？哎，这不是我的物件。老姐，我看，还得叫阿欧啊，提去警察厅好啊。我无爱你囡仔，阿母阿要见你一面，你都离开我，你敢知影你会离开？我的心肝有偌痛？哪呢？伊就去找害你老体的人报仇。你放心啦，我袂伤害你。是你把我带回来这，只要你会当好好把我奉侍，我就会用完成你所有的愿望。你是鬼啊？无唔对，我是鬼。我在生之前无亲人，死了后阁去用放水流，无法度投胎。我才会去附伫个茶壶顶头，不管任何人，只要哪会当甲我奉侍，我就会当完成伊所有的愿望。我上惊鬼啊！你紧走，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！
我会当改变你的未来，你会当考虑看卖。你还紧甲伊等掉，为着要知影甲文生做伙迄个查埔囡仔是虾米人，冠娘走去问阿红。原来这个查埔囡仔叫做秀官，伊伫咧村内底开一间剃头店，因为生做少年又个水。所以店内生意是足好个。哎呀，行啦，咱房间啦。嗯，我无闲了才讲啊，你哦。哎，怪啦，无你搞嘞。好啊。关来文生，根本都毋是去唐山讲生意，是走来遮谈情说啊。我来这么讲，这么好骗，你讲什么我拢相信。叫我阿嫂，刚刚我看见真正这个人，这都是文生无法无的原因。自从我甲文生成亲了，他刚拢为着生活咧拍拼，想袂到。我已经变到这么老，莫怪文生会去爱着别人。只要你会当变青春、变少年，恁翁就会让回心转意，回来你的身躯边。我不是叫下脚手人，把你福星那个仓库拿去烧掉，你哪还搁在这？啊，我福星那个仓库还搁倒伫你的灶脚内底。你即摆要后悔，还阁会后。你只要甲我好好啊防晒，我就有法度甲你变作二十几岁查某囡仔共款，这尔水当当，互恁翁阁重新爱着你。你想啥款？啊，不过你是鬼，你哪有法力甲我变少年？我拢已经死一百年了，这百年来，我一直伫修炼我的法力。要甲你变少年，这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那呢，你敢有法度甲我囡仔变倒来？我有法度改变未来的，但是我无法度改变过去所发生的代志。假使你心肝内若是希望讲恁翁会当回心转意，我是会当甲你斗相共，甲你变甲真水。你的意思是讲？只要我奉承你，安尼就会用你啊？当然不是安尼。你想要得到好处，就得一定爱提一项物件来跟我交换，安尼才会公平。你讲对无？那安尼，你想要爱什么？用你十五年的用心来交换你二十岁青春。囡仔无伊是会当去生，也毋过青春对一个查某人来讲是无价。假使恁会当变青春、变少年，恁翁伊自然会倒来你的身躯边啊！你好好考虑看卖。
我跟你交换。真好，那呢，你将茶壶好好给我放晒起来。我即马就来提。文心，食饭啦。小乖啊，你今日当为着我，特地剃头店收起来。去店收起来。安尼，你叫我以后是要安怎生活啦？有我伫个啊，花弟哦，我即马足有钱个。讲到遐尔好听，我甲你已经交往年外，我连恁家住伫倒，你个地行伫倒，我拢毋知影。你叫我是要安怎相信你？啊，所以哦，无重要啦。你看啦，你即马逐个月开销啦，即剃头店个厝税钱啦，拢是我伫内面，拢是我伫开呢。我对你个是。刚刚你拢看袂出来，既然安尼，我问你，假使你若真正安尼爱我，阿无，你拍算当时要娶你？这，安怎？你是无要拍算娶你吗？还是你早就已经有某啊？什么？我有某啦！你莫有白讲啦！我都甲你讲过啊！我是自少年哦，拍拼做生意，拍拼到即摆，哪有时间去娶某啦？啊，你看啦！啊，讲到做生意，我哦才雄雄想到，我今日地下有一笔货要对长嫂过来，时间哦差不多要卖货啦。哎，文心，等一下啦！啊，饭都已经煮了啊，你上晚嘛食饭饱才出门啊。袂赴，无迄个时间啊，连到才阁食啦吼。哎，文心，大家拢安尼啦，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即届阁毋知要我等偌久才要来找我。阿娘，我等来啊。阿娘，阿咱囡仔，是我囝拢无细哩，去跋倒，咱的囡仔已经无去。这拢爱怪我啦！啊，你有心哦，我搁跋倒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，我真足该死。好啊啦，莫搁伤心啊啦，都当作咱无惊命啦，吼。无代志吼，啊对啦，我有一个朋友对日本哦，炸一堆珍珠破链来，你看，有水无？足贵个哦，我替你挂起好无？来，啊，有够水哈。文先，你敢搁会记得，咱相亲的时阵，你甲我讲过啥物？会记个啊。我伫你个面头前有咒煞讲，我一生一世啊，只爱你一人。假使讲我若违背誓言，我会去雷公卡死啊！想袂到你还阁会记哩？当然个啊，我对你讲个话，我拢会记个，而且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不是，你敢有感觉我有倒去无共款无？无啊，佮较早哦，拢同款，无改变啊。啊对啦，你才拄转来，先去洗手面，等下通好食饭。哦。想袂到我已经变少年了，文心一点仔拢无感觉，伊的心根本就无伫我遮。文心，你那么困好不好？唔系啦，今天刚好出门出生的呢。搁再讲啦，咱老阿母啊，别安尼困啦，较早困靠边啦，吼。
小乖，哎，足水个呢，来，是不是？咱来咪困哈，习惯。讲什么要爱我一世人，都是骗人的。公公，我阁无够好，看外表，嘛变个这么少年啊，是安怎文先心肝来想，还是无够伊个查某？月娘，既然我甲你变到这么水，拢无才调，互你的翁回心转意。那呢，不如废掉迄个查某的面容，互恁翁永远拢袂阁爱伊。废掉伊的面容？无唔对，就是因为这个查某，才害恁翁甲你的感情出现问题。嘛是因为这个查某甲恁翁约会，你嘛袂起甲跋跋倒来闹体。总共一句，你两个要到这种地步，拢是这个查某害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若不是伊的出现，我即马应该真欢喜，来期待我的囡仔出世。文生，我袂一直讲白菜花骗我，是伊两个毁掉我的家庭。我爱因两个付出代价。你要爱因付出什么款的代价，我拢会当答应你。我爱秀官毁掉伊的面容，予伊袂当阁诱拐我的红衫。我爱文生身体愈来愈歹，安尼。伊都无法度踏出家门，因为老天爷是苦逼。这是一贯世道，只要让因两个人连续食一天，你就会当看到因身躯的变化。那奈你就有法度占了因两个人生死。世道，你放心。暂时因食袂死，那安尼，你即届是无条件甲我斗相共？当然嘛，毋是啊，我同款爱你用心，也毋过即边，你只要我十担，就会用的。十担？我之前已经予你用心过啊。即摆叫四十岁啊！我哪有遐尼侪用心会当予你？你好好想看卖，就算讲我予你十担，你的心爱文生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同款落来过着真孤单的日子，就若亲像一个无魂有体稻草人同款，安尼有啥物意义咧？你讲了无唔对，我做遐尼侪代志，都是希望文生会当一世人伫我的身躯边。对啦，你千万唔通袂记哩，你迄个无缘的囝。好，我甲你讲啊。
哎，给你好，给你不要坐。啊，你们搞头妆啊，是要洗头？我想要洗头。来。这张画上画了真好，内底迄个查甫，敢是你的查甫朋友？是啊，伊对我吼真温柔体贴，啊做代志嘛真认真。这间店都是替我找，嘛是替我做哟。想袂到伊这么疼你啊！你会当甲伊交往，实在是真福气。其实我嘛就介意的，啊，不过吼有一个问题啦，就是我常常找无伊。伊若一离开我家吼，都敢若胖见共款，过有工才阁出现，我实在拢毋知伊到底是伫无伊啥。你敢拢无问伊？问嘛无路用啊！伊拢嘛会想飘我的问题。唉，这时间若久吼，我嘛变大问，变第讲啊，我就烦的。啊，恁两个是交往偌久啊？差不多有一年啊。已经差不多要一年啊。啊！你搁定定找无伊个人，你对伊个生活背景嘛拢无了解，敢会是外口还佫有别个查某？这我嘛是有想过啊。啊，毋过放起来嘛真照顾我个生活，所以我嘛无问遐尼济。哎呀，我惊伊到时阵吼会嫌我足疑神疑鬼个。你敢有爱伊？当然嘛有爱伊。若无爱伊，我啥时阵要甲伊交往啊？啊，不过你对伊的生活背景一点仔拢无了解，万一若有一天话走就走，那安尼你是要去倒位找人？这我是毋捌想过啦。你对伊付出遐尼侪青春佮感情，啊，伊若雄雄有一天无去啊，最后受伤的人可能会是你哦。啊，不过伊个代志拢袂予我知影，啊，我对伊一点仔嘛无了解。欸，啊，若安尼，你感觉我应该安怎做才好嘞？其实啊，想要抓着查甫人个心，都爱先抓着伊个胃。你敢袂晓煮菜？煮食哦，煮食我足含慢个。大概我煮的菜，伊拢无爱食，阁嫌歹食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吼，甲你其实是真有缘。啊，无我教你煮菜啊。有影。啊，毋过，安尼敢袂足麻烦你个？袂要紧啦，只要你照我的方法去做，我保证你的查甫朋友一定会逐天倒来食饭的。啊，无安尼，咱即摆来去买菜。对啦，啊，我拄仔甲你讲遮尼久，我阁毋知你叫啥名。你叫我明华大英。明华姐啊。行，咱来买菜。行。明华姐啊，你煮的这菜是真好食呢。大家，我来甲你唱啊！对啊，冰华姐啊，我感觉你食足无简单的呢。你看，你遮尔啊搞煮食，搁遐尔啊搞买菜。我带带你去青牛买菜时阵，我才知影迄学问够大着。我决定吼，要好我甲你学，安尼，互我查甫朋友，逐工拢会当来我遮食饭。啊，这也无啥物啊，只要你逐工做吼，就会惯习啊啦。对啦，这是阮组团的秘方。以后你若要煮菜的时阵，你也会记哩，逐项菜拢加一丝啊，安尼煮起来的菜吼会较好食哦。逐项菜拢会加哦。是啊，你若无加吼，就减一味。你也会记哩，逐项菜拢爱加一丝啊。我知影啦，我会记哩啊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今仔日食的这些菜，拢总是偌济钱？我算好你，唔免啦，阿无偌济钱啊？这边哪好意思啦？哎、欸，
啊，你煮菜给我吃，搁买菜给我，啊，无算你钱，我感觉足歹势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替我洗一个较水、较少年的头，安尼小杜唔多会用你啊。无问题。平华姐啊，我今日吼实在足欢喜的，会当认识你这朋友，实在足好个呢。你唔但个性温柔，搁遮尔贤煮食，我伫遐想，顶岸有你的照顾，一定过较真幸福，对吧？莫讲遐尼济啦，紧吃。嗯。哼，若毋是你的出现，我嘛袂老体，我一定爱你付出代价。有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阿叔啊，你要当时哦，变个蛋鸟做食，以前哦，你个蛋鸟种的。还是因为我实在一个足好足的人客，伊叫明月，这人哦足好煮食，今日食的菜拢是教我煮的呢。哟，那真好。为今日开始，我就要好好改学煮菜，以后我就会当逐工拢煮足好吃、足青草的菜给你吃。阿你保身体，安尼我真正足幸福的，嘛足高兴呀。这是啥？这哦是这间店面的房地客，我甲这间店面哦买来送你啊，啊只要你哦在顶头当手印。这间店面哦，就是你的啊，就是你黄秀官的啊。你是真是要送我？当然的啊，咱已经哦交往当外呢，啊你从来哦都唔爱嫌我讲，我常常哦无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，我甲这间店面哦要来送你，嘛是应该啊。文心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都一直希望有一间家己的厝，想袂到你真正要来送我，我实在足欢喜，足感动的。你呀、啊，欢喜就好啊啦，嗯。啊，你今仔莫走好无？你今仔留来陪我好无？文心，我陪你去地行好不好？唔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你大概拢唔爱和我地，为使我带你去地行，敢若足见笑。哎呀，唔是安尼啦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地行哦，查甫家人足济啊。我今日去地行，若是遐查甫人来甲你聊，啊，你去用别个，我是变安怎啦？你的理由哦，根本都唔是理由啦。好啦，我保证，我暗时哦会当来食饭，而且哦我会当酒抓，我袂消失几啊天哦，才阁出现啦，嗯，好啦，嗯，好啦，我相信你就是啊，好，我来去哈。我来去啊。你昨昏敢有照我家己的方法煮饭给恁男朋友吃？当然嘛有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昨昏煮给伊吃的时候，又够欢喜着，一直跟我讲迄菜哦，足好吃，足好吃。伊佫甲我保证，伊今仔暗时要佫转来吃我煮的饭。而且什么？伊竟然把这间店面买落来，要送给我。是啊。这拢爱感谢你啊！卡苏若毋是拄着你，
我阁无才调，通掠着伊的心呢。以后吼，我都免烦恼伊阁离开我。安尼真好啊！啊对啦，我拄只设计的时阵吼，我看到一束衫足适合你，所以我阁甲买落来，想讲买来送你啦。林华姐啊，你对我实在够好着，多谢你呢。去试穿看卖咧啊！说落来过落工，本省答案拢来到秀官的剃头店，食饭甲过年。秀官的每一项菜，也拢照着官娘所教的方法来煮。伊并不知影讲，这就是官娘的计谋。伊嘛完全唔知影讲，其实伊早就伫咧本省食的每一项菜内面下了死毒。本省就安尼伫咧秀官的剃头店连续食七天的饭菜。哎，爸爸爸，爸，真正做爸。秀官，你来愈来愈搞煮，愈煮愈好食。好像啊，你的面相怎样？怎样？你看，你的面在流鼻呢。哪呢？哎呦，真正在流鼻呢。你是破病啊？破病？嗯。无啊。阿母的身体甲平常时同款，拢足勇敢的啊！啊，即卖嘛无感觉讲肚子无爽快，是讲哪样呢？外面吼那个流鼻啊！哎呀，你莫去帮我啦！你的面伫咧流血呢，是真流血呢？啊，是讲流血，我内面疼的感觉拢无啊！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？我是没死啊！你莫谈了，别讲好不好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明仔载一透早，我就带你去看大夫，看是你身体倒会出问题。反正你根本就无破病啊。无破病？啊是安怎？外面流鼻流到安尼生啊？好啊啦，啊你谈这烦恼嘛，毋是办法。啊无，我来去下一挂烧水，啊你通好洗身躯，啊洗好通休困。啊明仔载一透早哦，我就带你去看大夫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即马就完了呀。嗯。奇怪，啊，本省的面，奈无代无切变到安尼呢？叫人坐头毛，敢讲，敢讲嘛破病啊！无啊，我感觉我精神袂歹，我嘛无感觉倒位无爽快。不行的，我看我明仔载嘛应该来去看大夫。大夫，啊，阮两个人到底是得着什么怪病？小川，伊会一直流鼻，啊，我会一直咧流汗毛。这我嘛唔知呢，啊，不过拄只替恁详细检查吼，恁的身体一切拢正常啊。我做大夫遐侪年吼，第一下拄着这种怪镜头啦，我真正无法度，我看吼。你也是另请高明啦，吼，歹势哦。文生，嗯，大夫找袂出病因，你想，咱敢会是去卡着因？
卡着因。不是啊，你看，咱也无安怎，啊，还佫有一挂奇怪的镜头，所以我就想哦，是毋应该去找一个导师来替咱化解。好啦，事到如今哦，嘛只有你试看卖啊。小乖啦，啊，你讲这个师傅哦，足厉害，应该真正有办法治咱的病啊。无论安怎，拢是爱试看卖啊。啊无，刚刚你想要给你的病，一定要扭回落去。太上老君坐我位，退！龙一英，退！恁两个人从这壶仔水啉落去，我就知影恁身体变差的原因啊。是啊，啉这啊，卖恁干袂用啊？恁若是啉，我就唔知影原因。唔知影原因，我就无法度替恁化解。假使恁也是唔相信，恁会当去找别个师傅，不要紧。阿罗生，稍等下啦。不是，我想，我也是去看卖好啊。这不是痛，这是死毒。恁两个已经着死毒了，而且恁吐出来部分，只是恁身躯内底其中一挂尔。啥？你意思讲，阮的身体内底证明还佫出济？无唔对，死毒伫恁的身躯内底会愈生愈济，而且已经慢慢仔发作了。像你开始落头毛，也佫有你。面开始流皮，这都是死毒发作的关系。也毋过恁放心，死毒袂爱恁的命。对即马开始，恁两个人的身体会愈变愈差。哪安尼啦？阿罗西，我也无甲人结冤仇，啊，啥物人要甲阮下这死毒？啊，搁再讲，阮到底是安怎中毒的？对方是用啥物方式，我都毋知影。恁敢知影？恁这个死毒已经连续食七天啊！才开始发作，敢讲恁拢唔知？七天，我已经连续食七天的毒啊！食七，奇怪，这几天拢伫遐食饭，你这菜内底到底掺着啥啦？我为什么食着死毒？你讲啊，讲啊，啊！放开啦！你害你派是要创啥物？都唔是你一人中毒，我家己嘛中毒啊！再讲，我嘛想要甲你偷袭。我家己何必需要去食迄毒的？是的啦，我受过重伤啊，哇，一时我都接受，才来误会你。师傅啊，你敢有办法替阮化解？我会记得较早，我捌听阮师傅讲过，讲这个死毒真厉害，我也毋捌见过。今仔日我是头一摆看到。我即马还阁无解，安尼你讲倒，请恁师傅出来，啊来替阮化解，我看要偌济钱哦，我拢愿意开啦，啊！唉，这毋是钱的问题，阮师傅走过身啊。过身啊？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啊？无呢，恁两个啊，会当先回去，我会尽量想办法，看我倒化解这个死毒啊。那是我都化解，是恁两个运气好；那无都化解，就是恁的命。阿罗西，安尼都办事拜托啊！你若真正我都化解，
到时哦，要换一社工哦，我拢给你啦，吼、哦。我会尽量。安尼，一切都拜托你啊。医生，张医生，再拜托。是，我看你面色足歹，啊，无我来去煮一碗给你食好无？唔免啦，我怎想着，我规身躯安尼中着这湿毒，啥物物件我食袂了，我嘛无想要食。你妈你要烦恼啦，咱一定会当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只是阮想拢无，咱也无甲人结冤仇，啊，到底是啥物人要来害咱啊？就是讲咩，是啥物人哦？这么怨恨咱两个人，对咱做这么龌龊的代志，若让我知影迄个人是谁哦，我一定袂放伊出来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去拿一个烧水，互你洗身躯，轻松一下无？啊，唔免啦，我是要一个人清静一下，我出去行行啦。稍等下，你要去倒位？啊，你当时要回来？莫管这么济啦，我想要回来。我家己会回来。奇怪，我那规个头呢戆恰恰，司机无来，这么不爽快啊！自迄天开始，本省就破病倒伫咧病床，伊全身躯软膏膏，拢无法度爬起来。所有的大细项代志，全部拢是冠娘来甲伊照顾。本省，来，我麻煮好啊。好。啊，冠娘，多谢你啊。我这阵啊，人艰苦，好佳哉，有你伫我身躯边来甲我照顾。那无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我是你的某，照顾你本来就是应该啊。就算讲所有的人拢反背你，我嘛袂无爱睬你。你对我真正足好个，我会当娶着你，一定是我顶世人小好友，才有福气。你若真正感动，那安尼你就爱好好珍惜我对你的好啊。从今以后，你只爱我一个。我一直拢是只爱你一个人的啊。慧萍。怀病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啊！这几天拢无法度去外口做生理，是够烦的。本身这几天嘛拢无来找我，到底是走去倒位去啊？是毋是因为我即摆变到这摆，伊就变心拢无爱我？是干哪只货？想要去找，嘛唔知要去倒位找。阿忠，我哪只尔戆啦？我下去庄仔来，所有地方来甲问看卖啊。袂用的呢，我下面即马变到安尼，阿妹若安直接出去，一定会惊着人的。我应该找一个物件，把我的面给擦起才对。林月姐啊，爱去地巷是要创啥物啊？阿豪，最近恁头家身体无好，所以地巷生理就由我来负责。你甲这两天的事算算。
明早再来接你。好。他跟你个孙家嘞。这个姑娘。哎。叫文姐，阿大离开的查某人，伊甲这间地行什么关系？哦，迄阮头家娘啦。啊，着阮头家吼，最近身体无啥好，啊面吼常常咧流皮，啊，所以讲即摆即间地行吼，着交阮头家娘管理啦。啊，恁头家是叫什么名？哦，伊叫陈文生啦，啊，头家娘叫月娘啦。这庄仔内吼，足侪地行拢是因的。陈文生，你讲陈文生已经娶某啊？嘿啊，因成亲足久啊，自少年就拍拼到即摆。小姐，啊，你来到这，要入来饮一下茶无？哦，唔免啊。哦。文生，甲平月子啊，恁竟然是翁仔某？这文生骗我，平月子也嘛骗我。对个，我一定要来问好清楚。少年兄，为着要找官娘甲文生两个人问好清楚，小官向地行的工人探听因住的所在，伊决定要去到因家当面来解决这件代志。原来文生甲月娘，因阿母就是住伫遮。明月子，秀官，想袂到我会找你才来的无？明月子，哦，不是，你不是叫明月，你叫月娘。既然你已经知影，嘛无要紧啦。飞弟，我已经倒来我的身躯边，伊无可能再去找你，我嘛无必要跟你假做好朋友。你甲文生安怎？你应该知影，文生已经破病啊。你毋是嘛同款？啊，我你青春是又搁安怎？你一定想袂到，你的面会烂到安尼。即摆阁有倒一个查甫人来介意你？你骗我！即马查甫人若看到你的面，一定会敢若看到鬼共款，闪甲远远远。你一定想袂到，你即个青春美丽的面，有一天会变甲安尼。无采我甲你当作大姐伫咧看待，想袂到你竟然安尼对待我。既然你遐尔爱文生，你甲我讲一声，我甲伊心里就是啊。你想怎要遐尔弯到我的面？我面壁啊！我甲文生伊的中邪毒，这些拢是你对无？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敢搁会记得？你逐天拢照我的方法煮饭给文生吃，邪毒就伫个我给你的迄个囡仔内底。想袂到，你竟然用这款方法。无怪我个本身一直想拢无，我两个人是安怎会中邪毒？想袂到这一切拢是你变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害我？无冤无仇，我甲你的冤仇是足大。你唔若抢我的翁，你敢搁会记哩？无偌久之前，你甲文生咧约会，要离开的时阵，看到一个查某，规身躯拢是血倒伫个涂跤。哎呦，安尼这严重啊！我来叫大夫。啊！哎，喂！
别惊，别惊。原来，伊个倒伫涂骹个查某人，就是你。我已经这么多，真无简单，才有这个囡仔。想袂到，叫我看到你甲文生咧约会，我一个无细腻，才会跋倒，囡仔才会流涕。你敢知影我的心肝有偌痛？我自小嘞，都嫁予文生，我是吃偌济苦，付出偌济心血，才有今仔日的这种生活。啊你呢？什么拢唔免做，就会当遐受所有的一切，这对我来讲敢有公平？我嘛是一个受害者。当初是文生跟我讲，伊还袂申请，所以我唔接。好啊，你莫阁解释啊！是你害我无翁无囝，我要替我的囡仔报仇，我爱你无好的下场。我真是无想要伤害你，我真是一直甲你当作是我家己的大姐在看待。你莫阁讲啊！你用转去啊！阿哥。你要想要去报警察，因为死道就伫个恁家，你阁诱拐我的翁婿，你来去报警察，到时阵互掠去关的人会是你。我知啊，今仔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，安尼就麻烦你甲文生讲一声。你甲讲话以后都袂，袂过来找伊啊！我祝福恁两个人阿婆永远幸福。我拄才甲秀芳讲的话，你拢有听到？阿玲。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应该伫咧陪啊，甲外口个查某学袂来，你帮我刷，我不是，我拜唔甲，我一世人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人，真实的，请你相信我，啊。放你耍！你来讲这种话嘞？我是你的母，当然嘛爱照顾你啊！你怎么破病啊？我哪有可能无管你？我娘，我知影，这全部拢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甲咱当作。斗阵打拼，做为食苦的代志放袂记，啊！我今甲无应该，伫个咱有钱了后，就恁老哩，我叫你给我一摆机会，都一摆都好啊！既然你知影你安尼做，我会伤心。是安怎？你阁要安尼做？当初你毋是讲过你一生一世要爱我？啊，即卖嘞，你的旧纱感觉有路用？你敢知影？这个世间上伤人的是啥物？就是予心爱的人欺骗。我娘，我知影。你这马拢在红过头，我讲啥，你拢听袂落。先不讲我记，你讲我都先甲这开始做个药啊，先讲我，我这马规身躯破病，面带袂，
脚拢无力，拢行袂知，这比死更加艰苦呢！啊啊！你是咧惊啥物？我来照顾你啊！你是咧烦恼啥？这是你最爱吃的番薯饅呢。你提走啦！你煮的物件我唔敢吃，我无想要连我家己最后安那死都拢唔知。你讲话嘛，莫讲个遮歹听。我煮的物件也无毒啊，有毒的是伫个秀官因家。你若不爱吃，到时阵是会枵死哦。你对我下毒。把我整个身躯安尼害了了，你敢搁会烦恼我枵着？你即马哭完呢，你心内一定足欢喜着。你若莫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代志嘛袂变到安尼啊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人古常讲，最毒妇人心。你连你家己的红婿你拢要甲偷死？你可有什么代志你做袂出来啊？那安尼你甲我讲，我到底是倒位做了无好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付出这么多，将来拢唔捌怨言，你是安怎要伫咧外口找别个查某？我是呢，我对不起你，也毋过，至少我。尊重你，我无开嘴讲我要娶小姨。什么哥，万娘，你的腹肠无够宽，咱会当做人人欣羡的阿母。不过你安尼做，咱的关系啊，拢叫你打歹啊。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？是安怎？你要把错话唔对，拢撒在我身躯顶？我无讲，拢是你的唔对。也不过你安尼做，我已经唔敢阁相信你。咱嘛无法度阁做翁阿母啊！啊，请你出去。我无想要阁看到你。我做安尼做，可能是想要挽回文生的事，想要甲伊今日将你挽回我。当初阮并毋是安尼啊，到这这二十年来，是谁变啊？你真怨恨伊吼？我当然嘛怨恨伊，我足怨恨伊。不过，我还是真爱伊。那呢？啊！我替你将伊抬死无？佮抬死？我袂佮抬死，我袂佮抬死，我还佮真爱，我哩希望你会当化解伊的死毒。化开伊身躯顶的死毒，迄无问题啊。也毋过，你已经将二十五年的寿命拢甲我交换了，你已经用要死啊。你还阁有啥物物件会当甲我交换呢？啥物？啊啊啊啊！
我手那种流汗，外面那么拢是流汗，哪会变安尼？你紧甲我变转去，紧甲我变转去啊！我甲你变少年，迄只不过是三个月效果尔。真歹势，今仔日拄啊好是上尾一工。我给你25年的养寿，你却干那给死我3个月青春，你哪拢无甲我讲？我卡叔那是老老实实甲你讲，你敢要会将你的养寿甲我做交换？世间上，就是参像恁这款小贪佮自私的人，甘愿用家己的养寿来甲我做交换，啊那无？我是安那会当阁活100年呢？那呢，文生呢？伊身躯顶的石头，伊即马好袂起来，只会当偷偷啊等死。但是，咱当初并毋是安尼讲，你哪会用安尼骗我？我并无爱文生死，我干那爱破病尔。甲鬼做交易！本来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假使你若真正要让你的文生会当继续活在这个世间，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奉侍我，安尼你知影无？什么？你讲什么？奈安尼？奈变个安尼？为你我已经讲到这。你若确实有替你的文生想，你就乖乖啊听我的话。啊，若无，连你都无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，我都得要无命，我搁奉侍你。不过是一个孤魂野鬼，我都唔相信我无你法。继续回去做你的水老师。哦，奇怪，我的脚趾片奈这呢重，到底是安怎？哈哈哈！就算讲你把我父亲的茶壶等伫水底。迄嘛是无路用的，因为我即马分票，就予你爱掉的。除非爱找到一个会当继续奉侍我的人，啊，若无，你就永远爱我，爱到死。邓文生。你是怎讲看唔到？你竟然敢欺骗我的感情？你明明都已经有某啊！你是怎讲敢讲？你是怎讲看唔到？你是怎讲看唔到？好乖！
然我唔是什么好野人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上骨气。但不行，你送给我的绑带客，我无一个遗憾。我即马都摕来去还给恁母，以后咱两个人都赚无够，住无楼。来更加想要逃，可能是我已经有心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应该，我应该先来去找大夫检查去。我真正有心啊，但是那变到安尼呢？小乖，戴木星。你明明都已经有宝啊！你谁人要欺骗我的感情？你谁把我看好着？你送我的房地产，我无一个遗憾，我恨你！我跟你讲，以后咱两个人都柴无高，水无流，一世人绝对袂好看到你啊！小乖，小乖啊，小乖，小乖啊！是我唔对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骗你啦。也不过，你敢袂使体谅过去的身份，想办法去救月娘，月娘无危险啊。今仔日外面会变到安尼，迄拢是伊害。我想要怎去救伊？我连伊安尼做，只是想欲叫我返来伊的身躯边，伊知影毋对，即嘛是伊的最老死鬼，伊毋煞，伊会威胁我娘。叫月娘来防台，那么我跟月娘拢会无命。恁两个人失望，跟我有什么敌对？这拢嘛是家己做得来啊！就怪妈的啦！我会当跟我所谓钱拢给你，你吃倒数来兑换吃的。就还没有倒好啊！我给你跪，我给你，给你救我命！不是，你刚完跪，跟我求，跟我拜托，你敢相信阿娘爱我娘？我娘少年时阵。对我小瞧这个，你对我的心，我不可能放袂记，因为我的祖孙伤害你两个人，我只卖用尽一切的我。想要来弥补我当初所做的过错，是我对不起伊，对不起你，是我。所以，只要我愿意，你什么都要给我，是无？
我做假话，我全部拢给你。咱三个今仔日变甲安尼，拢是你造成的。当初是若毋是你欺骗我，今嘛咱三个嘛袂遮尔痛苦。好，我已经答应你，我来去找导师救我娘。阿姆哥，你要答应我，代志若办成功以后，我希望你会当出家，来弥补你过去所造成的错误。你敢愿意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一定要做哥哥。好，我现在就来去找导师。我希望你别再骗我。坐下。道长，都写了。走去。我娘，那边，那边敢这么老？因为我甲崔老师做交换，我得要保命啊。崔老师，崔老师在倒位？在伊脚下边，我替你开天眼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开！崔老师，紧将我娘放开！我已经死一百年了，我伫咧流乱，伫咧用世间嘛是一百年。也毋过，我渐渐改用世间啦。我真无简单，能找一个奉侍我的人。你想，我敢毋遐尼简单就离开？放肆！你若是阁继续执迷不悟，莫怪我对你无客气，哼！你这个臭道士，一百年啊，连一个小小的阴差都无才调掠我。你凭你这个三下鸟的功夫，你就想要收服我？你未免啊想过天真啊！搁再讲，我有怨娘给我二十五年的寿命，我已经无比较早，到最后是啥人要有啥人魂飞魄散？你来试看卖，试看卖才知。贵阳宋大，尽怪梦想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去。行啊！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又要去无啦？呀，嘿呀！阿老三。啊！我真久无开杀戒啊！今日我咧将你杀死，跪一下见。呀！我！呀！小官，你个头壳土木兼天个，个崔老师杀死，紧来，我这边挡袂住啊！我娘，阿老三，你不是讲
只要把水老师消灭以后，我大家拢会变好。谁做挽留伊？我是讲，我好多改恁身有顶师道，你面嘛已经好啊，而且文生的道嘛已经化解啊。可是。外面拢好啊！阮娘，阮娘，阮娘，小可，其实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假使若不是因为文生的关系，我想来会当做真好的朋友。可惜咱实在时间唔对。我希望我走了，你会当好好替我照顾文生。阿公，阿公，你千万不要让文生看到我今仔过来讲歹的模样，我无希望伊看到。我希望。我在伊的心目中是上水、上少年，安尼伊才袂把我放袂记。我了解啊，文生已经知影唔对啊，都是伊拜托我去找阿龙山来消灭最后死的。假使你若搁爱。我拜托你，顶爱较振作起来，好不好？我甲文生的缘分已经尽了，希望后世的人拄着，咱不是这种关系。我牛气啊！我刘姐啊！我刘姐啊！我刘姐啊！婉玲，婉玲。婉玲，文生，婉玲，文生，我刘志尧在要死之前，伊有讲过，伊无希望让你看到伊即摆又搁老又搁歹的模样。伊希望在你身边来，伊永远拢是伊个上佳水、上佳水、上佳少年的挽留。是我的家啊，是跟我斗阵打拼这么多年，跟我做伙吃这么多苦的感受，不管伊上尾变作什么形，伊永远是我的母，我上爱的人。
本省遵守着甲少管的约束，出家修行。伊嘛希望官娘若是有灵性，会当原谅伊较早所做的代志。秀官接手陈家的地行，不外久，伊嘛顺利生下一个查甫囡仔。秀官并无将官僚甲本省的产业过户，等到是利用两个人的名义继续做善事。逐个月照时间来发币救济需要的善巧人，伊希望会当替两个人积一点仔功德，通好将功德回向予官僚。